掀开经本第三十八面，三十八面倒数第三行，从当中啊看起啊。若断除诸见烦恼时，善能觉了除诸虚伪，不损真正善根，名除觉分。这个是七觉之的第四啊，除。那么跟第五这个舍，除跟舍意思很接近。那么它的内容呢，这个除是对内，舍是对外，啊，这样子区别就比较上容易了。那么住见烦恼这四个字，就是一般经论上所说的见思烦恼，啊，也叫做见思惑，或是迷惑啊，见思惑。那么这个是烦恼的总称啊，烦恼的总称，也是佛给我们说的这个三界六道的根源啊，就是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啊。那么佛告诉我们，是从见思烦恼里面变现出来的。换一句话说，这个东西没有了啊，见思烦恼也是断掉了，六道轮回也没有了。正如同永嘉大师所谓的觉后空空无大千啊，这个前面一句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你有迷惑了，就好像在做梦；或没有了，那就觉悟了，啊，觉悟了。这是说明，这个不但常说的人生如梦啊，整个六道呢，说穿了也就是一个梦境而已，不过它的延续时间长一点而已，啊。那么见是错误的看法，里面第一个呢就是身见，啊，一般人总执着这个身是我，啊，执着这个身是我。那么这个五种第一个执着身，这就是五种啊错误的观念。那么佛经里面讲我这个定义啊，
我字这个定义，细说很多，那么通常呢说的最普遍的就是有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啊，这两个意思比较上最普遍。那么试问问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得了主宰呢？在这个身体里面呢，确确实实找不到主宰，不但身里头找不到主宰啊，这个心也找不到主宰。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身心呢确确实实是虚妄的啊，虚妄的。如果自己能够做得了主宰，诸位想想看，谁愿意老呢？谁愿意生病呢？谁愿意死呢？换一句话说，这个生老病死我们就做不了主，那哪来的主宰呢？主宰没有啊，那自在就更不用谈。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很苦，哪来的自在呀？啊，所以实实在在没有我啊，没有我，自己以为有我，这个观念呢就错啊，这个见解就错啊。那么这个叫做身见啊，执着这个身是我啊，是错误的。那么身既然不是我，它是什么呢？说实实在在话了，它是我所，它不是。我所啊，就是我所有的。就这个房子，这房子是你所有的，啊，衣服是我所有的，身体也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啊，我们常讲啊，叫身外之物啊，啊，那么实际上我有没有？有，有真我，那个真我是真正主宰，真正自在。什么时候你才把那个我找到呢？大乘佛法里头常讲明心见性啊，那个真如本性呢，就是真我啊，它能变现十法界一真庄严，它做主宰，它是能变的啊，所以我是。真我啊，是本性。这个才是真我。那么没有见性的人呢，虽然有真我迷了，迷了，把我迷失了，把这个假的我所有的当作我，这个错误太大了。比如说这个衣服啊，是我。是这个我所有的，我把自己忘掉了，把衣服当作我，就跟这个例子差不多了啊。这是一个很糊涂的人，把这个所有的当作我了啊。那么我们迷惑的时间太久了啊，无始劫来一直到现在，并没有觉悟啊，都把这个身当作我啊。所以那就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痛苦了啊，错认了啊。这个第二呢叫边界，这个边界边是两边啊，确确实实
凡夫所有见解都是执着这两边，两边就是相对的。啊，那么有我就有别人，啊，所以有自就有他，他都有个对面。啊，有大呢就有小，有长就有短，有生就有死，啊，这个总是有个相对的观念，没有办法超越这个边际。啊，这也是错误的见解。啊，那么在佛法实在讲，也没有办法离开相对，离开相对了，没有办法说法了。啊，你比如佛法说凡夫说圣，凡圣就是相对的，众生跟佛也是相对的，世间跟出世间也是相对的。啊，所以佛教我们，佛是用这个方法作为手段，啊，教学的手段。你可不能执着，你要执着的话就错了，执着就落在边界里头了。虽然学佛还落在边界里面，哎，你想想看，你怎么能断见思烦恼呢？啊，那要怎样才不落在边界里面呢？佛给我们说得好，叫我们立言说相，啊，不要执着言语；立名字相，所有这些名词术语不要执着；立心缘相。啊，心里头不要去胡思乱想，啊，那就不落在边界里头。所以佛说法说而无说，不落在边界里。啊，你看说无说是两边，啊，是两边；听无听也是两边。啊，所以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两边都不落，啊，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个说法的人也是两边都不执着，啊，那么这个不得已说一个中道。如果你又执着中道了，中道跟两边就又对立了，这就麻烦了。所以佛法要我们领悟啊，决定不能够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就错了。啊，那么第三个见取见，第四个叫戒取见，这两个呢，实在讲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成见。说某人成见很深，啊，你有了成见呢，所以先入为主啊，自己有那个标准了，那么你见到听到都会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这个标准是错误的。啊，怎么知道标准是错误的？《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哪来的标准啊？佛说得好啊，真妄没有标准，邪正也没标准，善恶是非都没标准，你怎么可以执着一个标准来衡量呢？啊，所谓标准是临时假设的一个现象，啊，在此时此地适用，换一个时间，换一个空间，它就不适用了。
这种情形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懂了，譬如时间啊，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现在是10:30，离开这个地方啊，我们飞行1-2个小时就知道有时差了。那个地方现在时间跟我们这里不一样了，那我们这个时间的标准到那里去不适用了。可见的这个标准只能在这个地区这个时候适用，过了这个地区这个时候它就不适用了。所有一切标准都是临时建立的。我们今天学佛，我们的目的是要明心见性，心性里面可不能有标准，有了标准决定见不到心性啊。所以这是拿世间法去学佛法，是得不到佛法的啊，是决定的得不到的啊。一定呢要离开一切世间法，那佛法也就不必求学了，那佛法就在面前啊。所以离开了妄啊，就是真啊，不要再去找真，找真你又立一个标准，那就又错了。没有真啊，没有真呢就是真啊。所以这个见取见呢，它为什么是成见两种呢？一个是果上的，一个是因上的。这个见取见讲的是果上的，这是因上的。换一句话就是，一个是我们把这个果报看错了，一个是讲的修因看错了。佛在经上呢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我们从这个例子上啊能够体会，古时候啊印度的外道啊，印度外道修行，说实在话了，比我们现在呀所见到的啊，在我们这个西方常见的基督教、天主教，乃至于伊斯兰教、犹太教，比他们的确高啊。为什么呢？印度外教都修定，都有相当的定功啊。我们知道定能发神通啊，人修定的时候能够得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啊，看你这个定功的浅深，这个能力大小啊不相同。那么他在定中啊看到的牛啊，耕田的这个牛，牛死了，他这个灵魂呢升天了，他在定中亲眼看到的啊，人死了啊堕三途，牛死了升天啊。那么他看到这一桩事了，于是乎啊他就误会了，牛会升天，那我们学牛，那我们将来也就会升天了啊。所以这叫什么？持牛戒啊，他去帮人耕田，他也去吃青草啊。这个是我们前面讲无业的苦行呢、这个是他错了啊。他不知道做牛是果报啊，死了以后他能够升天呢，是他过去生中累积的善业
是那个因缘升天的，绝对不是他做牛这一生的有什么功德可以升天的，这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误会啊。所以印度奇奇怪怪的一些戒律的时候，它的来由都不是他在定中亲眼见到的啊，所以这是一个误会，这是错误的见解啊，叫非因即因，不是这个因，升天不是这个因呢，他以为是这个因。那么再讲到果报，这个定功身的人，见到天上果报殊胜，寿命长远，以为什么呢？以为天上就是永生。这个我们这边的宗教称永生呢，在印度一般宗教称涅槃，这个佛家这个涅槃的意思就相当于基督教里面讲的永生那个意思很接近啊。在涅槃的时候翻成中国意思就是不灭了啊，不灭，不灭嘛就是永生了啊，所以这个意思很接近。其实他的功夫并不到家了，这个天人寿命虽然长，纵然生到飞翔飞飞翔天，寿命80,000,000，到时候他还要堕落。不但这些修定的人见不到，即使生到四禅天四空天的人，他们也产生了错误的一个观念，认为说他已经证了大涅槃了，已经不生不灭了，到后来还要堕落。于是乎就对于传说当中佛家的这个不生不灭了就怀疑，就毁谤了啊。这个毁谤叫谤法了，谤法的罪过是堕落的很重。所以这个升天不是真正的果啊，误会认为是真正的真实的果报啊，这个叫非果即果啊，不是真实的果报，误会以为它是一个究竟的果报啊。所以三界当中绝对没有真实的啊，包括这个四禅天四空天都不是真实，都不是究竟的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想的啊。所以这个大乘学人为什么他不愿意升天啊，道理就在此地啊。升天白白浪费了许多的时间啊，浪费自己修行的这个功夫，到头来依旧还要学，还要轮转。那么除了上面这个四种错误的见解之外，所有一切其他的错误见解那么都叫做邪见啊，用这一个就统统啊都包括了。那么这个五种叫住见啊，这个住见的时候就是把它归纳成这个五大类啊。那么这五大类呢叫做见惑，烦恼啊是思惑啊，就是错误的想法啊，你想错了。那么这个也有五大类啊，就是这个大家很熟悉的贪嗔痴慢，慢是傲慢，疑是怀疑啊。那么这个怀疑是专指对于诸佛菩萨圣教的怀疑啊，不是指其他的这个怀疑啊。尤其是这个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呢给我们指点的这个净宗法门，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啊，这是藕益大师前面讲的好啊。啊，这个的确是诸佛如来真实教诲也。我们对这个产生了怀疑，那实在是非常大的错误。啊，这是很大的错误。那么这是五种啊错误的思想啊，贪嗔痴慢疑，那么合起来叫见思惑，也叫见思烦恼啊，就是此地所讲的诸见烦恼啊。那么这都是我们内在的，不是外面的啊，我们要把它断除。那么说断除，这个实在讲说的容易，做起来太难。小乘人专在这上做功夫，释迦牟尼佛比喻他们呢修学的困难是如断四十里涧流，涧流是瀑布啊，啊，很大的瀑布啊，啊，这瀑布多大呢？四十里，我们世界上没发现这么大的瀑布，四十里这么长的这个瀑布没有发现过。那么这样大的一个瀑布，你把它拦阻起来，叫它不流。这是比喻小乘人呢断见思烦恼的艰难，真正不容易啊。经上告诉我们，从初果，初果就是什么呢？这个见惑断掉了，思惑还没断，见惑断掉了，就是这个五种断掉了。正小乘初果，就是须陀洹啊，那就很不容易了啊，很难呐 啊这个错误的见解没有了，还留着有错误的思想啊。那么从这一天起，证得初果这天起，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才能把这个思惑断掉。啊，这两种错误啊，断这个见解比较容易，断思想难。这个思想所谓是藕断丝连。很难断，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人间寿命不长啊，天上寿命长啊，七次往来，诸位想想，这是多么长的时间啊，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经典里面也常常说，我们修行成佛了，这个时间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这个三大阿僧祇劫从哪一天算呢？从断见惑起那一天开始算啊，这么算的。因为见惑一断，一般讲呢，这就是圣人了，这就不是凡夫。虽然没有出三界，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小乘初果啊，叫入流啊，须陀洹翻成中国的意思，入流，入圣人之流啊，他
他不会呀堕这个三恶道。啊，那么没证过之前呢，他是人天两道，啊，不会落三恶道的。啊，所以从这一天算起，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成佛。啊，这个成佛就是禅家讲的见性，啊，明心见性。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啊，小乘人修行的方法确实很笨拙，不是一个聪明的方法。要吃这么多苦头，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啊，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他是这个有意在做，所以小乘呢不如大乘。啊，大乘的方法巧妙，因此修学的时间呢缩短了，不需要那么长。啊，大乘比小乘巧妙。大乘里面禅宗尤其巧妙，啊，超过其他大乘的法门。啊，禅宗虽然巧，也得要有巧人才能够修学这个法门。不是一般人呢都能够修学的，啊，这就是所谓是上根立志，啊，他在信，啊，普通根性的人啊还不信，啊，还没有能力，啊，修学这个法门，因此那叫远不如啊净宗，啊，净宗的修学一定要依据个，无量寿经呢，跟弥陀经上讲的这些理论，啊，弥陀经我们很难看懂，啊，在这个经文里头不容易看懂，啊，但是莲池大师的疏钞跟这个藕益大师的要解，啊，我们得这两位善知识的引导，接受他们的教诲，我们对于弥陀经的义理可以明白个几分，啊，依照这个理论，依照这个方法老实念佛，只要念佛功夫深了，禅宗里面所说的境界我们也能得到。啊，换一句话说，他们用参究的方法，我们用啊一心专念的方法。一心专念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但是参究的方法是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啊，可是那个效果境界完全相同，啊，这个是净宗啊又胜于禅宗之处了。啊，那么此地底下这两句话非常要紧，当我们断除诸见烦恼的时候，就善能觉了。这个关键呢，就是善，啊，非常的善巧，他觉悟到了除诸虚伪。并不损坏真正的善根，
这个善根，事法善根是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三善根呢，是世间法的啊，世间法。假如我们把诸见烦恼都除掉了，这个贪嗔痴没有了，咱们世间呢，坏事当然不做了，好事也不做了，那你的善根就损坏了啊，那就又错了。啊，这个路子又走偏掉了，不能损坏啊三善根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事出事法里面的断恶修善呢，天天还在做。没有恶了，没有恶，故意做一点恶；没有善了，故意修一点善。做什么呢？这游戏神通啊，做给那些迷惑颠倒还没有觉悟的人看，表演呢、啊，给他们看。什么意思呢？帮助他们觉悟，启发他们觉悟啊！所以这个就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在自己呢，真的清净，逐渐烦恼断干净啊！可是，在生活当中呢，还照常呢，还在做，还在表演啊！这个就是。善能觉了，这善是善巧方便呐、啊，这空有两边都不同，啊，真正是自利利他，啊，自利呢是无足，利他呢是有足，啊，就坐而无足，啊，坐是利他，无足是自利。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白啊！不是说学佛人之后什么事都不要做了，那完全消极了啊！这个就把佛法破坏了啊！这样消极，这个佛法在世间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啊！这个必然。被这个社会所唾弃的，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佛法永远是积极的，永远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么菩萨的善根呢，就是精进，这是三善根呢，是世间。精进是出世间，出世间的善根只有这一条，精进，勇猛精进，不疲不厌，无有疲厌，永永远在精进，所以呢，不损害真正的善根。那么除诸虚伪。
这一句我们也不能够疏忽。凡是一切个人的这个欲望享受啊，这是所谓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啊，这个通通是虚伪的啊。世间人断恶修善，他有目的的，如果没有目的，没有利益可图，他就不会去做了。佛告诉我们，这一些是虚伪的，不是真实的。所以佛菩萨利益一切众生，没有企图，绝对没有个人的得失利害在其中啊，因为得失利害是假的。这个也是佛菩萨跟我们凡夫不相同的地方。所以经上常说，诸佛菩萨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悲是把苦的意思啊，看到众生有苦难，帮助他解决，这叫悲。慈是允乐啊，给予众生的安乐啊，帮助他得安乐，这叫慈。慈悲上加一个大字，就是没有条件的，无条件才叫做大。有条件呢，就不能称为大慈大悲了。啊，我们凡夫啊，就是帮助别人呢，多少都还有条件。啊，不像佛菩萨，完全是无条件的。啊。那么我们在此地可以用这个来解释，一切有条件的就是虚伪，要把这些统统除掉。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喜欢的人我们要帮助他，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也要帮助他啊，对我们善意的人我们要帮助他，甚至对我们有恶意要害我们的人我们也要帮助他，没有条件的啊，一视同仁，一律平等，这个叫大慈大悲啊。那么这个才不损真正的善根，这叫出。若学所见念着净时，善能觉了所学之境，虚伪不实，永不追忆，明邪觉分。那么邪是对外境的，是对外面来的这个境界，也就是我们常讲啊，身外之物啊，身外之物要放下啊，内要放下见思烦恼，外要放下五欲六尘啊。这个外面这个舍呢，就是舍五欲六尘啊，要舍名闻利养啊，所见念。住净室
那么净是境界啊，经上把这个境界归纳啊，我们五根所对的眼所见的通通叫做色啊，所以佛经里面这个色呢意思是很广泛的啊，眼能够见的都用这一个字一个代名词全部都包括了啊，耳所听的呢都叫做声啊，鼻所闻的呢都叫做香啊，用这一个代名词啊，那个香是臭也包括，也是这一个字里头啊，所以他就用一个字代名词，乃至于意，意是我们念头啊，所以念头所对的呢叫法啊，就是五根对这个六根呢对六尘啊，这个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啊，那么这是六根对外面色声香味触法啊，对这个外面的六大类的境界，这个六大类的境界是虚幻不实的，换一句话说，它不是真实的存在。佛法里面凡是讲到真实，它的意思就是永远存在不会改变的，这是真实的。如果它会改变，那就是假的，就不是真实的。我们人的这个身体由生老病死它时时刻刻在起变化，那这就不是真实的。那一切万物也是如此，所以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天清大师将一切法归纳成一百大类啊，称之为百法啊。相宗有个入门的小册子叫《百法明门论》，这是法相中入门的。对于这一百类的法，你要明了，你要明白，这叫百法明门。你明白了，你就可以入大乘之门了。所以那是大乘入门的一本书。这一百大类里面呢，又分成两大类，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啊。所谓有为呢，就是有生有灭的啊，就是生灭法；无为法呢，就是没有生灭的啊。所以无为法有六种，有为法有九十四种啊。这个九十四种包括心法、心所法、色法，那么换一句话说，整个宇宙人生都包括在其中。无为法里面第一个，虚空无为。这个虚空啊，好像自古至今没有改变，老样子，它没有起什么变化。虚空，虚空是无为的。现在在我们这个感触当中，只能够见得到虚空真是无为的，除了虚空之外，你想哪一样东西不变，都在变化了，变化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既然不是真的，
你就决定不能执着。你执着叫自找烦恼，你烦恼本来没有啊，是你自己找的呀。你自己不找，哪来的烦恼？烦恼实实在在讲，就是从妄想执着里面生出来的。人要是把妄想执着破除了，你就永远都没有烦恼了，你的心才会得清净得自在呀。所以这是讲我们所见念着境时，着重在这个执着你执着境界的时候，善能觉了所舍之境，虚为不实这个境界不是真的。那么既然晓得它不是真的，也应当要知其所以然，你才会真正的把它放下那就是这些境界从哪里来的？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这些境界不但我们眼前所见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我们真心本性的相分。这从哪来？本性呢，是能变，这个相分是所变。那么由此可知，能变是真的，所变是假的所变是假有啊，佛经里也叫做妙有能变呢是真空，本性是真空啊，六祖所说本来无一物心性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够变现一切法它能够变现，它能够现相分能够现相，所以本性是体，这个相分是现象，这么来的华严上为我们说的这个一切法了，唯心所变所现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相里头会有变化为什么有变化呢？识所起的作用，识是什么呢？分别执着比如说本性现象，这个相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为什么会又变成了六道轮回呢？是你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这个见思的分别执着变现出六道轮回所以由此可知，不但六道轮回是自己本性变现之物设法无量无边诸佛世界一切诸佛菩萨也是我们自性变现之物不要只听说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我们此地何尝不是唯心秽土呢？自性释迦呢？一样道理离开心性，无有一法可得。
这什么善能绝了，啊，把这个事情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何况佛在经上更明白地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开示实在是了不起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心想什么就变什么。这才是真正的主宰啊！啊，所以人大多数人死了，为什么堕三恶道？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他想贪，贪胜过鬼，他就堕鬼道去了；他想嗔，啊，嗔是地狱，他就堕地狱了；他想吃，吃是邪正善恶是非利害都辨不清楚，糊里糊涂，这个就是畜生道啊。啊，念佛想佛，他怎么不成佛呢？啊，念天想天，他会升天呐。啊，这个基督教、天主教讲升天堂，我们同意点头啊，真的不是假的。但是他真的念天想天才能够升天，啊，打着天的招牌还想贪嗔痴，那不行啊！啊，我们念佛也是一样，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心里也想贪嗔痴，三恶道还是有份，啊，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事实真相搞明白了，啊，我们就会一切放下了，死心塌地念这句阿弥陀佛，啊，我们自家的事情，啊，自己这一生呢，真能够超越三界，啊，一生做佛了。啊，对于别人，随缘随分，尽心尽力啊，帮助别人开悟，帮助别人离苦得乐。啊，这是发自于大慈悲心的，并没有什么条件的。哎，没什么条件的，哎，也就是是我们本分上应当要做的，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与我同体嘛，啊，所以同体大悲呀，这个里面产生的无缘大慈，这个慈悲就像父母爱护子女啊，没条件的，无条件的。永不追忆，啊，谁离开了，永远不去，没有后悔，啊，也不要去想他，这叫谁绝分，啊，这真正的放下了，啊，真正能舍了。若发住禅定之时，善能绝了住禅虚假，不生爱见妄想，命定绝分。这个做功夫啊，前面这两种要做到有真实效果的时候，一定得禅定，因为
除觉分呢，是内里内心清净呐，离开一切分别执着。舍觉分是决定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可见的这个定呢，自然就现前了，啊，禅定就现前了。那么这个定的前身，实在讲呢，就看你前面除舍功夫的深浅。你除舍功夫深，你的定功也深。定现前的时候，要知道这个禅定不是我们究竟的目标啊，它是我们终程的目标啊，是中途站啊，不是究竟的目标啊。而且禅定啊，前身层次无量无边，万不可以得少为足啊，得一点禅定，有一点小通现前了，哦呦，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啊，这就炫耀于人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禅定现前也不能够执着啊，也要把它放下，就是不生爱见妄想。这个世间禅定，我们讲的四禅八定，它为什么不能够达到九次地定呢？不能证得阿罗汉呢？不能超越三界呢？它的病根就是爱见妄想。他对于定中的境界非常喜欢，就安住在里面了。妄见呢，是以为这个甚深的禅定就是佛所讲的般涅槃，他误解了，以为自己正如大涅槃，这个是他的妄想啊，完全呢看错了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啊，如果不生爱见妄想，这个禅定就生智慧，因定开慧就生智慧啊，得定而智慧不能现前，毛病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这一生当中修学过程呢可能会遇到的啊。念佛人念到功夫成片，就接近禅定，心地就清净了。念到四意心不乱，就是禅定。啊，这个时候决定不能生起爱见妄想。啊，这句佛号要老实念，一直念下去，那就对了。常常想着诸佛菩萨，
这就是我们要跟诸佛菩萨比，不要跟凡夫比，跟凡夫一比，自己功高傲慢都起来，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跟佛菩萨一比，我们还差得远了。所以才会呀，勇猛精进，啊，永远保持自己谦虚，啊，一切恭敬，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拿上面的标准来看，啊，不可以往下比。那么这个是定觉分。若修出世道时，善能觉了常识定慧均品，或心沉默，当念用责法精进喜三觉分，以察其之。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是说这个七菩提分应用在我们平常修行的功夫上，如果用得很妥当，对于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学人无论是学哪一个法门啊，任何宗派，这个毛病的现象呢，总不外乎两种。一种呢就是昏沉，这一段讲的啊，所以昏沉呢提不起精神啊，打瞌睡，在这用功的时候他就疲倦了，精神提不起来了。那么这种现象我们看得很多啊，我们虽然不是参禅，念佛的时候也有这些现象，甚至于这个现象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啊，当我们念佛一直静坐下来时候，念的时候，念了没有多久就打瞌睡了，佛号也忘掉了。啊，这个现象叫做昏沉。啊，就是此地所讲的。那么功夫一定要保持啊，就是定慧均品啊，定慧平等就没有这个现象。定要是多了呢，就昏沉；慧要是多了呢，啊，这个慧不是讲智慧，啊，慧多了的时候，心里都浮躁，啊，妄念七上八下。好像我不念佛的时候，不静坐的时候，没有这些妄念，啊，这一打坐啊，妄念特别多，啊，那个就是慧多定少，啊，用这两个名词来做代表，啊，如果遇到昏沉的现象，我们就要选择法门，择法了。精进发喜，用这三个方法来调整啊。比如说我们在念佛堂止静的时候啊，就是打坐念佛的时候打瞌睡了，精神提不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啊，我们起来绕佛啊，
用这个方法，或者呢，我们起来拜佛，啊，功夫不间断，就是精进，啊，用这个方法来调整，或者用观想，啊，想阿弥陀佛因地上的那种修行，勇猛精进，我们自己的这个鼓励，啊，见贤思齐，他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啊，用这些方法，啊，所以这个念佛堂啊。古时候依众靠众容易，有很好的修学环境，现在的难，现在大的道场是有啊，都是观光旅游了，一听说哪个地方有大道场，这个大道场一定建立在风景很好的地方，每一天那游览车不晓得有多少，接应不暇了，哪有时间去用功？看到这么多人呢，往往来来的时候，扰乱其情绪，没有办法用功。今天真正用功，实在讲呢，还不如在自己家里。这是现在修学环境。不如从前，但是说到方便呢，比从前又要殊胜。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录音带，利用录音带把佛号提起来呀，能不使它中断？这是从前没有的。我们现在用念佛机，这个佛号24小时都可以不间断。我们要请个法师帮助我们念佛机，24小时人家还做不到了。所以这个念佛机，这个是很大的功德了。发明的这个人，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方便。在古时候，祖师大德们呢，就想到这个轮班念佛的方法，这个方法呢非常适合于现代人，所以我在大拉寺在台北了，我劝同学们念佛，我们的道场不大，从前呢需要法师领导，巧法器领导啊，在现在找不到人呢，就利用念佛的录音带，念佛机比录音带还好，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共修，共修比自己个人修行呢好。个人修行就说懒惰了，自己原谅自己很容易懈怠呀，那么大家在一块共修呢，就不太好意思了，我们在大拉寺就有这个现象，有几位老居士参加，那个老年人看到年轻人精进，自己就很，我年岁这么大了还不努力了吗？
老年人听，年轻人看，老人你看念佛的一夜都不都没有停止，年轻人就更不好意思，啊，所以彼此互相警策，互相的勉励，收到很好的效果。啊，那么我把念佛堂呢分作三个区，啊，分作三个区域。使大家进了念佛堂之后会非常欢喜，法喜充满，没有一丝毫的压力，统一的就是一句佛号，你喜欢坐着念你就坐着念，喜欢走着念绕佛你就走着念，喜欢在佛前拜佛你就拜着念，这个里面没有法师在领导，啊，我们只用啊这个念佛机播放佛号，啊，进佛堂就一句话不要说，见人也不打招呼，啊，任何人都不打招呼，他心都是定的，啊，所以佛堂里面呢。我们这个地方呢供佛像，佛像前面这个位置呢就是拜佛，这旁边就是绕佛，这个是绕佛，这边呢这是直径，这就是坐着念的，这是走着念，把它佛堂分成三个区域，彼此互相大家都不干扰，啊，喜欢拜佛到当中去拜，喜欢绕佛旁边去绕，啊，绕累了喜欢坐下来念到旁边去坐，所以把佛堂分成三个区域。不必说，哎，他在绕佛，我跟他绕，不必。你个人觉得你喜欢采取哪个方法，就采取哪个方法。这自发精进法喜啊，那么这个方法我们提倡以来呀，参加念佛的都欢喜啊，没有压力嘛啊，所以这个拜佛呢，个人拜个人。也不要用银庆同时拜，这个同时拜什么呢？年岁大的人跟年轻的人啊，体力不一样，年轻人拜得很快，年老的人就气喘呢，跟不上了，又要生烦恼啊。年大的人拜得很慢，年轻人就跟着慢慢拜啊，他也生烦恼，哎，所以说个人拜个人的，你拜得快你就快拜，你拜得慢慢慢拜啊，所以这个样子是，所以一点压力都没有。啊，你什么时候觉得累了，啊，精神实在支持不住要睡觉，你自己走，也不要招呼别人。啊，所以随时可以进来，随时可以离开，只是进到佛堂一句话不说，啊，就完全跟着这个佛号啊念佛。用这个方这种方法的时候，来。把这个昏沉调举啊，都能够收到良好对治的效果啊。那么这个在美国这个地区，那么法师人数少啊，在缺乏领导的这个方法，实实在在很理想。和心浮动，这个心浮动啊，就是调局啊，心里七上八下，妄念很多啊，那么这是一个毛病啊，跟前面那个恰恰相反。当念用除舌定三觉分，以摄持之啊，就采取这个方法啊，这
个心里妄念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定下来，把这个念头啊通通放下。啊，妄念虽然有，这个放下去根本不要理会它。啊，随它去就好。啊，不要想到我这妄念这么多啊，业障这么重，越想越多。不想呢，慢慢它就没有了。啊，自自然然就没有。所以这两种现象，就是昏沉这个调局两种现象呢，是很普遍的。自古以来每一个修行人都有这个经过啊，我们遇到不要害怕啊，知道这是正常，这个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在作祟啊，只要不理它就好。把我们的精神注意力注意在佛号上，啊，集中了精神在佛号，啊，这些事情不理它就好。那么这些功夫都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炼，啊，不但在念佛堂，啊，就是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啊，都是我们修炼的场所。调和适中啊，时时刻刻要懂得调和啊，要知道调整就是自己的定慧要平等啊，要平等，时时刻刻注意这个，我们功夫才能够延续不断啊，真正做到不间断啊，不夹杂啊。那么这个昏沉调局啊，都是夹杂的现象啊，虽然一时不能除尽，不怕，慢慢的去除，慢慢的去断，不能够操之过急啊。所以用功的人，很多人失败呀，都是操之过急，就欲速则不达了啊。功夫要慢慢的进展啊，逐步的进展啊，不可以太勉强，不可以太快啊。总而言之，一个大原则就是我们修学一定要身心欢喜，身心舒畅啊，舒畅欢喜，这个就是修学的收获啊。如果在现前得不到舒畅欢喜，那就错误了。经常常讲嘛，咱们修行是利苦得乐嘛，啊，越学越苦，这个里头就有问题，啊，越学越快乐，越学心越清净，啊，越学烦恼越少，智慧增长，这就对了，啊，这个就没有错误了。如果与这个相反，这效果相反呢，我们就要认真去反省啊，去检点来改正啊，这就对了。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